在九华山的那个顶山，地藏王菩萨是拜华严经的，他在那个石头上站的两个脚印还在，我想朝过九华山的都看到了。对，我很庆幸的，在1931年朝九华山时候，他们那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塔打开。圆寂那么上千年的老和尚，头发还在长，指甲还在长，60年开塔一次，脚一次。那里头每60年捡的，都1年1年摆到里头的，没人敢动，不许人家拿。但你捡的时候，把这个剪刀，所以那找些字的剪刀，修理的那些个，拿出来换一套新的给你，就是我亲自看见的。我是1931年，赶到1991年我又去了，不开了，不许再开了，那就封死了。哎，这个都是事实，但是这是地藏菩萨化身，就是化身。在此经时候，坚净菩萨请示佛的时候，佛一再赞叹坚净心菩萨。赞叹完了，佛就该说呀，佛没说，就是刚才有的道友问我说，佛至了境界了，不许佛弟子沾着佛像，那佛再给他说沾着法，不适应了。菩萨可以呀。菩萨让跟他说，说你请求此会当中，有一菩萨摩诃萨，比丈王菩萨。那么在这个会中，大智文殊师利再会啊，文殊普贤再会啊。佛为什么指定地藏菩萨说？这要大家忏啊。我不全跟你们说明白，你们自己参参，什么原因？撂着这么解释一下啊，这解释的目的含义呢，这是绝对殊胜的。此经翻译到东渡来，虽然牟尼大师弘扬，牟尼大师并没讲，弘一法师讲，没有讲。牟尼大师做一个沾插注解，那弘一法师做出沾插轮，这沾插轮像19个轮像，是牟尼大是弘一法师做的。那么弘一法师叫我将来讲，我最初也没有开始没讲，到了美，我跟弘觉法师们了到美国去，没讲大梵广佛华严经，讲这些大经啊，没谁听。我就想起来讲讲沾插善男业报啊，讲起来缘法很好，就开始回来时候，我们在台湾做的沾插轮像，从台湾开始做的沾插轮像，我开始是从台湾，让王淑芬居士在方广做的沾插轮像，渐渐才普光，我也没讲几多次。89年在纽约讲一次，剩下在五台山，98年讲一次，现在呢，他们邀请我在这儿给他讲，今年是2009年了吧，大概隔10年了，每10年讲一次，也仅仅讲3次，像这种因缘呢，那就是我自己不晓得啊，反正没有缘。是不能成的，因缘生诸法，没那个缘起，你要讲谁听你的？佛法是没人请，不能随便说的。我想讲啥，你想讲什么？有人请你吗？对，大家想想看啊，人家请你讲什么讲？这叫缘由了，你就应吧，应缘。也有的请了，缘不应，因不成熟。对，
就是这次吧，我在五台山去年病得很重，身体料好一点，我到太原去了，到太原感觉更好一点，我说该向前走，到台湾去，这才发起到台湾来的呀。是因为我是因为病到台湾来的，那碰见他们呢，几位是请我用讲章占茶散乐夜报经，我就感觉很舒畅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占茶轮只有在台湾流动的很多，现在大陆很普遍了啊，大陆也很普遍，但是我发起是从台湾开始的，在纽约讲并没做，并没做啊。在五台山嘛，是我们那个只限于五台普寿寺，没对外宣传。啊，这是第三次最近讲的，现在我们还继续啊。前天讲的，随佛普佑一切刹度，常起功业，而于无作恶事，化于贫后，以本愿力，所寻习故。即因众生应受化业故也。这段是佛向监禁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，说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，愿力特大，咱们都知道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原来大是化度一切众生，啊，主要化度地狱众生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嘛，是他愿力大啊。说明了地藏王菩萨，他在一切的佛国度，不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，就是一切佛国度，一切佛的佛国度。他都在利益众生，他没有国界的观念，没有地域的观念，对众生不分别的。他的业绩啊，立生的业绩就叫功，叫功。所以业呢，就是他的作意，因为他的作意而发现一些功德，作意想利益一些众生，而就做一切众生救度的事业，建立起来救度一切众生事业。在我们这个，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叫五浊恶世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，和每位道友都感受得到，深受的你环境所遇到的是些什么情况，这叫熏习业。大乘起信论讲二种熏习，一种善熏心里的恶业，把恶业转成善业；二种呢是恶业熏习善业，善都变成恶了。这个我不要详细讲，从大家身所处的，你所感受到的，你所眼睛看得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现在咱们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，我想每位都知道啊。这个不详细讲它，反正这个世界啊是五浊恶世，不是个好地方啊，不是个好地方。说在这个世界度众生最大的愿力，咱们大家知道两大菩萨特别突出，观音地藏，大家朝过九河山，朝过五台山，60年以前70年以前了，我朝九河山的现象不是现在的现象。普陀山从清